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汪宇阳得到刘海粟、潘天寿、黄宾虹等国画大师的悉心指教，使他的书法和绘画技艺得到了长久的进步，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上海解放后，19岁的汪宇阳于1949年6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随南下文工团一路行军到达福州市。这时他画了大量为战士、为群众的宣传画，他的才华得到了展现。1953年，21岁的汪宇阳靠他的才干和能力当选为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。天地之悠悠，岁月之蹉跎。1963年，在被汪宇阳称为第二故乡的河北省馆陶县的农村的广阔天地里，他跋涉了20多年，对人生的思考、对生活的观察、对艺术的不懈追求，使他更加坚强、更加成熟。他在生活中写，在群众中画，他将中西绘画的光、墨、色和点、面、线都融入他深深的思辨之中。中原大地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，20多年的生活积淀，20多个春秋对艺术的感悟，为日后狂草人物画的横空出世做了雄厚的铺垫。鼓浪屿是令人遐想的地方，是催开画家汪宇阳艺术花蕾的故土，也是他迈开人生第一步的生命之岛。鼓浪屿位于海滨城市厦门的西南角，与厦门隔海相望。它是一个长不足1800米、宽不足1000米、面积仅为1.78平方公里的小岛。鼓浪屿原名叫圆沙洲、圆洲仔。小岛西南面有一处千百年来被浪潮冲击而穿透的风化石岩洞，每当涨潮的日子，海浪撞击石岩发出擂鼓般的轰鸣，人们称它为鼓浪石。从明朝时期就把这如诗如画的小岛叫做鼓浪屿。鼓浪屿秀色天成，它融历史、人文、自然景观为一体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日光岩、梳妆花园、皓月园是鼓浪屿的三个主要景点。日光岩又叫晃岩，位于鼓浪屿中部偏南，高不足100米，顶峰有直径为40多米的巨石，凌空屹立，浑然天成，成为鼓浪屿的标志和厦门的象征，因而有不登日光岩不算到厦门的说法。画家汪宇阳站着浓墨重彩画笔，将生他养他的故乡浓缩在他的画中。这里不仅有喧腾磅礴的浪花，也有滴血玉砌的泪花，不仅有湖光月影的风墙，也有千帆竞发的彩帆，而故乡鼓浪屿则是画家心中永远的净土。民族英雄郑成功
是画家引以自豪的精神支柱和不朽人格追求的象征。日光岩曾是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屯兵的地方。高耸挺拔的日光岩为绮丽的鼓浪屿增强了山水呼应、海天相接的立体感。当你站在水操台上，随着漂浮的海风，遥想当年郑成功在此指挥若定、检阅水师、操练士兵的景象，思古之情油然而生。龙头山寨巨石峡池，森严壁垒，海风袭人，那些将士们仍与我们同在。郑成功和将士们在岩石上开凿的圆孔搭架帐篷，鼓浪屿的许多景致都与郑成功密切相关，当年的景象历历在目。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将军曾在此写下：当年古垒依旧在，日光岩下一英雄的诗句。在明清交替和西方殖民主义东侵之际，郑成功领导了反清斗争，反抗国内民族压迫，驱逐荷兰殖民统治，收复台湾，大力开发台湾，促进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。郑成功的伟大壮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38年之久的我国神圣领土台湾，因而使他从一位抗清志士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。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收复台湾300周年，1962年1月28日建立了郑成功纪念馆，以缅怀这位伟人。他的光辉业绩为后人永远敬仰。在富鼎园上耸立着郑成功的石雕像，像高15.7米，重1617吨，由625块优质白花岗岩精雕而成，共分25层，是目前我国历史人物雕像中最大的一座。鼓浪屿的书法石刻随处可见，是岛上的一大景观。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，从甲骨文到真草隶篆各有不同的韵味。而把狂草书法运用到绘画中，是不是汪一阳先生的突发奇想呢？书法在汪一阳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他从小就擅长此道，并得到名家指点，其基本功是十分扎实的。他的运笔如行云流水，气在笔端，疏密布局协和，浓淡相间得体，挥洒收放自如，大气豪放，细微之处若潺潺小溪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中国的巧书呢，就是线的艺术。它这条线呢，龙飞凤舞，变化无穷。它有舞蹈的节奏，音乐的节奏。其实草书呢，狂，但是要狂得有味儿，狂得有力度，它有骨架，有肉，有变化。狂，但是呢，不是飞快的狂，
啊，这狂是内在的狂，不是外在的那种，它快慢要结合，该慢的，该有骨的，该有肉的要重，啊，该飘逸的啊，让它飘逸，所以这个飘逸跟直动要相结合。整副字呢，哪个字大，哪个字小，哪个字宽松，哪个字紧啊，哪个字呢要占的面积大，或者要长，哪个字呢要扁，哪个字要圆。啊，这整副字里边呢要很好的配合，必须要有节奏变化，那没有节奏这副字呢就缺少艺术了，有节奏变化这副字呢看起来就有魅力啊，人就要有所欣赏。汪逸阳曾下苦功临摹过二王、怀素和张旭的草书，从而形成自己的狂草风格，虽不能说以真完美，但他却深得笔墨之道，他的狂草功底为日后狂草人物画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保证。那是一个极偶然的机会，汪逸阳矗立在长袖舞面前揣摩冥思，终于在飘动的红带中悟出了引狂草入画的真谛，于是他的《屈子行吟图》诞生了。画这个曲原呢，当时呢，那天整整一天画了20幅，从早上5点一直画到晚上12点多，始终都没一张满意的，不满意我都撕掉。结果呢，睡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，不死心，结果没想到那是那天早上画的这一张，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一个里程碑的作品，所以一直保留在现在。刘海粟大师称赞他的弟子：“万转莫旋着一球，前人肩上上层楼。灵金书卷山川出，废话3000得自由。”不可见是岛上的一大景观。中国的书法艺术博大精深，从甲骨文到真草隶篆各有不同的韵味，而把狂草书法运用到绘画中，是不是汪逸阳先生的突发奇想呢？书法在汪逸阳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他从小就擅长此道，并得到名家指点，其基本功是十分扎实的。他的运笔如行云流水，气在笔端，疏密布局协和，浓淡相间得体，挥洒收放自如，大气豪放，细微之处若潺潺小溪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中国的草书呢，就是线的艺术。它这条线呢，龙飞凤舞，啊，变化无穷。它有舞蹈的节奏，音乐的节奏。写草书呢，狂，但是要狂得有味儿，狂得有力度，它有骨架，有肉，有变化。狂，但是呢，不是飞快的狂。这狂是内在的狂，不是外在的那种，它快慢要结合，该慢的，该有骨的，该有肉的要重，啊，该飘逸的啊，让它飘逸，所以这个飘逸跟直动要相结合。整副字呢，哪个字大，哪个字小，哪个字宽松，哪个字紧，啊，哪个字呢要占的面积大，或者要长。哪个字呢要扁，哪个字要圆，啊，这整副字里边呢要很好的配合，必须要有节奏变化，那没有节奏这副字呢就缺少艺术，有节奏变化这副字呢看起来就有魅力，啊，人就要有所欣赏。汪逸阳曾下苦功临摹过二王、怀素和张旭的草书，从而形成自己的狂草风格，虽不能说以真完美，但他却深得笔墨之道，